大家好，今天是玛丽在中国的第五天，她的朋友大伟会带她去哪里呢？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这里有什么好吃的？有烩面、胡辣汤、灌汤包，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最有特色的。我觉得河南烩面最有特色。那我们去吃吧。一起来学习今天的词语。第一个词语，美食，请跟我读，美食，美食，好吃的东西就是美食。大家看，这些都是美食。请跟我读，中国美食，河南美食。你喜欢中国美食吗？你知道河南美食吗？河南有很多美食，有很多美食的街就是美食街。请跟我读，街，街，美食街，美食街。这就是美食街。美食街的美食很多。你想去美食街吗？大伟和玛丽在美食街。下一个词语，这里，请跟我读，这里，这里。谁在这里？大伟在这里。玛丽在这里吗？玛丽不在这里。这里漂亮吗？这里很漂亮。下一个词，好吃，请跟我读，好吃，好吃。看这些图片，都是美食。这些美食都很好吃，也可以说非常好吃。这些都是非常好吃的美食，请跟我读，觉得，觉得，我觉得烩面很好吃。你觉得烩面好吃吗？看，这是茶。和牛奶，大伟觉得茶好喝，玛丽觉得牛奶好喝。你觉得哪个好喝呢？看这个词，醉，跟我读，醉，醉。哪里的烩面最好吃？你知道吗？大伟说：“河南的烩面最好吃。”大家看，这里有三个苹果，哪个苹果最大？哪个最小？这个苹果最大，那个苹果最小。请跟我读：“河南的烩面最好吃。”这个苹果最大，那个苹果最小。这里有很多美食，你觉得哪个最好吃？我觉得烩面最好吃。特色，请跟我读，特色，特色。可以说。有特色，还可以说最有特色。请问，
烩面是河南最有特色的美食吗？我觉得烩面是河南最有特色的美食。还可以说，我觉得河南烩面最有特色。玛丽喜欢什么中国特色美食？玛丽喜欢很多中国特色美食。她最喜欢灌汤包。烩面、胡辣汤和灌汤包都是河南的特色美食。你喜欢吗？这就是今天学习的词语，请跟我读。美食，美食。街，街。美食街，美食街。这里，这里。好吃，好吃。最，最。特色，特色。烩面，烩面。胡辣汤，胡辣汤。灌汤包，灌汤包。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今天的语法。有字句。一个地方有什么？看图片。这是我的家。家里有什么？家里有床、桌子、篮球。床上有什么？床上有一个篮球。桌子上有什么？桌子上有一台电脑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河南有什么美食？河南有烩面、胡辣汤、灌汤包。一起读，河南有烩面、胡辣汤、灌汤包。大伟和玛丽吃了河南特色美食，还去了超市。请问超市有什么？对，水果。请跟我读，超市有很多水果。请看这张图，用有怎么说？这里有什么？这里有银行。这里有超市。这里有美食街。这里有大学。还可以说，这里有银行、超市、美食街、大学。接下来一起学习课文。玛丽和大伟去了美食街，他们都说了什么？一起来听听吧。这里有什么好吃的？有烩面、胡辣汤、灌汤包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最有特色的。我觉得河南烩面最有特色。那我们去吃吧。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？这里有烩面、胡辣汤、灌汤包。玛丽想吃什么？玛丽想吃最有特色的。大伟觉得什么最有特色？大伟觉得河南烩面最有特色。现在大家知道
河南的烩面、胡辣汤、灌汤包。河南还有哪些特色美食呢？我们一起看看吧。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